呵，陆笑笑，你还真能够出风头呀。只要肯努力，你也可以的。不过我真的很奇怪啊，以你这么穷的家庭，怎么会来学舞蹈呢？谁说我家穷？看你那打补丁的衣服就知道。杜笑笑同学，就算你挡了外表，也挡不了实质的。我有很多衣服，要不给你两件穿。谢谢你啊，不用了。而且我不是家穷。那怎么还穿这打补丁的衣服呀？这叫艺术，你懂什么？不过你这艺术也不太独特吧，跟街上那乞丐差不多。你不懂艺术。唐娇娇，来我办公室。你咋才来呢？打不出，想饿死我呗，是不？咋不饿死你呢？饿死你得了。你还来神了？别在那跟我装啊！我问你，二傻子，你到底放不放我儿子？什么玩意儿？放你儿子？哎呀妈！你还欠我钱没还呢，还把我打成这样。不是，你还想放你儿子呀？啊，肚脐眼放屁，你怎么想的你啊？你不放是不是？不放！你买卖！哎呀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！不信我掐死你！信不信我掐死你？哎呀妈，杀人了！你掐，你掐，你掐呀！你掐死我，着急你陪你儿子。二傻子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说吧，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让你放了金宝？你把我伺候明白了，我就放你儿子。你说的是不是？啊，我说的。但是，你必须把钱给足了。行，给多少啊？给10万块钱吧。多少？10万块钱？抢劫呢？我上哪儿给你整那么多钱去？我偷去我？偷不偷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可跟你说啊，要是不给钱，你就请等着让金宝蹲巴黎了吧你。行，我给你整钱去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忽悠我，我出院就得见着钱，要不？要不咋的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不给钱呢也行，是吧？完了，你消停的呢，回家跟我过日子，完了给我生个一儿半女的。哎，你干啥？呸！哎呀，亏了，亏大发了。哎呀，我来到这个世上啊，就是挨揍来了。
巧了，哎呀呵，怎么的，把人打完了就这么跑了？我跑啥呀，被我打的人多了。哎，你在人家门口干啥呢？贼眉鼠眼的，是不是想偷东西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这我家偷东西？你家？嗯，真的假的呀？哎呀呵，那可真看不出来哈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还不跑呢？我跑啥呀？我好好的待着。你摊事儿了，你摊大案子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被你打那个二傻子脑袋，让你干这么大个坑啊，那血滋滋的流老多了，可吓人了。送到医院，大夫说了，必须得大开颅，最后呢扣个玻璃盖，以后的就是残废了，重伤害，警察上到处找你呢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真的？那我能骗你吗？我就是看你啊，当时是因为帮我，所以我才没把你供出来，要不然你就完了。姐，你可千万不能供我呀！就像你说的，我是因为你，我才打了他呀，是不是？那倒是。关键还有一点啥呢？我烦二傻的。我贼膈应他，把他打死才好呢，总缠着我，赖了吧唧的，跟个癞蛤蟆似的。哎呀，姐，你真是深明大义啊！就冲你这人品，你这姐我认了，你真是我亲姐啊！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，你开口说句话，没我办不了的。你姐仗义吧？仗义。这个姐你是不是认下了？认下了，认下了。那咱俩是不是应该喝一杯去？喝一杯啊。对呀，对呀，你请我吃个饭不就完了吗？那太应该了。这都不是事儿，不是事儿。走走走，走，我请你吃好吃的。请你走。你说你穷家穷业的，你培养艺术生干什么？笑笑，咱家条件确实不好，但是条件越不好，就越要有目标，有追求啊。这样，你才能实现梦想，才能成功。你说的倒好听，还没等成功呢，我都要让人笑话死了。谁笑话你了？你同学？他们笑话你什么了？人家说我家穷，买不起新衣服。钱，妈一定给你买好几套的衣服穿啊。
棒了棒了棒了！啊，简直是又打我这！喝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杯喝太少了，咱俩从现在开始，谁输了谁干一杯，我们都不干了。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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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干了，妥妥的，来来，棒子棒子鸡，哎，这平了平了平了，来，棒子棒子冲动，冲冲冲。哎呀，这输了，鸡吃虫子，喝。咽下去。啊！哎，别！哎，别吐别吐，咽下去，咽下去。你整点啥玩意压压？这有花生米，给。来。哟，真行。姐，你就我吗？我真佩服你呀！我这佩服我啥呀？划拳呗！你说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你就没咋输过，你这弟儿啊！说句实话，我也佩服你，你咋那么能喝呢？哎呀，你这从开始划拳，你一直输，完你一直喝，你看你喝了多少瓶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七瓶。完了又整这么多白的，你愣是没咋地，你都快愁死我了你。哎，姐，你这话说，你弟酒量好，我没喝过，你说你愁啥呀？我愁啥呢？啊，你都不知道啊。嗯，咋了？你姐这个命啊，啊，苦啊。哦。一般人我都不说，我这命你说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哟，撵的撵，别提了，哎，啥也别说了，来，咱姐俩今天好好喝一杯，来，别，你别，弟弟替你喝啊，弟弟替你喝，爷们儿，还有你那杯呢。来，干！干了！干！真厉害！啥也别说了，妥妥的。娇娇，娇娇吃饭了。